7月20日，皇冠集团品牌新品发布会，借第七届吴奇隆熊猫节在上海国际时尚中心如约而至。这也是身份升级后吴奇隆第一次参加的活动。与上千名熊猫粉热情互动，现场还分享了熊猫节与皇冠集团的不解之缘，其对移动美学的独特见解。活动当天，皇冠携吴奇隆亮相上海国际时尚中心，一同为现场观众带来一场感官盛宴。这已是吴奇隆第七次来到上海国际时尚中心和粉丝们度过一年一度的熊猫节。尽管当天上海天气的炎热，依旧吸引了上千粉丝入场。 作为本次活动的主角之一，吴奇隆也坦言，自从身份升级，现在如果出行就要更多考虑家人的真实需求。正如2019皇冠集团就完美体现一家人出行之优势，从拉杆箱、背包到养护用品，符合不同性别、性格、年龄段人群审美选择。现场不老男神吴奇隆也在现场透露自己的护肤秘诀。其实当然除了保持一个健康，然后愉快的一个生活方式之外，当然保养还是需要的，所以。 这次也借这个机会推出了我们那个黑白能量的复活紧致的眼霜，因为其实很多时候是从这种小细节、小细纹开始的，那适当的保养还是需要的。现场还隆重举行了皇冠品牌与东兰浩生集团上海东浩国际商务有限公司的品牌合作签约仪式。 如今，皇冠集团围绕现代都市人生活方式，带来新一代更具品质、更具人性化的产品，使得人们随心随性地去体验旅程中的美好，收获美好的记忆，去丰富自己的人生之旅。